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这里是由山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经济与科技频道联合推出的普法教育栏目《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玉涵。劳动关系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那么劳动者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更多，老板们则想获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或者是过度超时加班、不缴社保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各种矛盾就会滋生出来。那么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能为大家解决这一难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2020年11月28日，经过三轮认真紧张的协商谈判，代表500余家企业的太原市家政服务行业企业方代表和代表60000名从业人员的职工方代表签订了行业性集体合同。本次的集体协商让家政服务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了规范成长，出现了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明确了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员和保洁员的初级、中级、高级工的等级标准，第一次明确了3个不同工种的工资标准，比如母婴护理员的工资标准分别是2300元、3500元、4000元；养老护理员的工资分别是2000元、2900元、3800元，并明确了每年以不低于5%到10%的比例增长。工会王主席介绍，之前家政服务人员工作时间长、工资被拖欠、维权困难等问题一直存在，员工干劲不足，影响了用户体验，也影响了企业发展。企业拓展业务艰难，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遭遇了用工荒。现在通过协商签订这份集体合同，约定了93项条款，涉及母婴护理员、养老护理员、保洁员和家政服务员4个工种，给太原市家政服务人员带来7大类的协商红利。特别是通过员工制解决社保，劳动者的权益也得到保障，工作责任心、积极性提高，企业也将走向健康良性发展。听了工会给我们说，大家非常高兴，尤其对我们女工每月还发30元的卫生费，真没想到还收到了法律的保护。通过工会对集体合同的宣讲，让职工感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同时也受到了相关行业单位的拍手叫好。太原市家政集体协商呢，是贯彻国办法家政36条的具体行动，这将是对咱们太原市和整个山西家政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太原市指导家政服务行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是工会履行维权基本职责，在8大员维权和服务上趟出的一条新路子。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企业和工会、职工进行平等协商、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来稳定职工队伍、稳定工作岗位、稳定劳动关系，就是落实国家六稳六保的要求的工会担当和工会作为。短片看完了，那么说到护理、保洁等家政服务，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之下，我省家政服务业迅速发展。如省城太原市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在16万人以上，但目前实际从业人员不到40%。入行门槛低，再加上从业人员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用户的总体感觉欠佳。特别是家政服务行业人员工作时间较长，出现意外纠纷、工资被拖欠、打工者维权难等等一些问题一直存在。那如何寻找突破行业发展瓶颈、稳定职工队伍，也是广大企业家的共同心声。今天我们的栏目请来了山西省总工会法律和集体合同工作部张平平部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开展集体协商中的法律问题。张部长您好。主持人您好。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刚才短片当中介绍了太原市家政服务行业的职工方和企业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了集体合同。那么特别想问问张部长，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到底是什么呢？有什么不同？关于集体协商呢，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一个法定的明确的一个定义，但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啥呢？由工会组织劳动者推选的职工代表呢，和企业行政方选定的代表，双方呢就这个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工福利、安全卫生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了，在平等、公平、
诚实的原则上充分进行协商的一种行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要签订集体合同，那这个合同呢就是集体合同。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有点疑问了哈，这个劳动者不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了吗？为什么还要签订集体合同？这到底有什么用呢？接下来继续听张部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个体分别去企业签订的，因为劳动关系领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个现象，就是呢自强劳弱，企业是一个组织，而劳动者是一个个体，组织对个体，双方在力量上天然存在不对等、不平衡的问题，并且劳动者呢要将自己的劳动提供给企业，通过劳动力来换取薪资，是被管理者，一个是管理者，而另一个是被管理者。尽管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关系，但同时呢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所以呢是讲是自强劳弱，双方力量地位不对等，洽谈签订劳动合同就很难够真实的体现劳动者的真实意愿，体现公平平等。而集体合同是劳动者建立工会联合起来作为一个组织了，来与企业依法进行协商洽谈签订的，组织对组织，力量对等，劳动者一方就能够表达和争取自己的诉求，公平性就能更好的体现。听了张部长的介绍呢，这个集体合同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企业欺负这个打工者而签订的。那么看到这儿我也有疑问了哈，这个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和工资水平不是由这个企业自行决定的吗？企业是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能够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是由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核心要素组成的，企业管理方是资本的代表，劳动者呢是劳动力的代表，都是企业的一部分，离开了劳动者，企业就不可能生产经营，也就不能成为一个企业。简而言之，虽然您是管理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你来说了算，企业的一些自主权呢是要通过双方企业的内部协商才能够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自主权的正确方式就是双方集体协商。看到这儿明白了这个集体协商的概念，哎，我们也就明白了它的重要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公司还有其他的用人单位都必须要跟这个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呢？如果不签的话会有怎样的处罚呢？对于企业，如果工会带上劳动者向企业提出要协商，企业就要回应这个要求，如果企业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协商，或者呢逾期不答复的，那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了给予警告，并且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了就依法要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要记入劳动诚信保障档案，也情节严重的了要向社会公布。看来集体协商合同非常的重要哈，那么这个签订集体合同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更直接一点哈，对这个国家社会特别是企业有什么好处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好的，现实中的许多的矛盾纠纷了，都是因为双方了解不充分、沟通不畅而引发的。对于集体协商的，而集体协商的基本的作用呢，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推动企业内部双方协商沟通，相互了解、相互体谅和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是要靠劳动者来完成的，通过双方协商了，企业了解了职工的难处，职工了也了解了企业的难处，双方理解了，劳动者的思想情绪就理顺了，责任心也强了，干劲就足了，企业生产质量、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成本控制都会有提高，老员工稳定了，那么安全事故了也会减少。刚才的视频了你也看到了，企业就是认识到这个好处，所以老总们都是挤时间了积极参加协商，有的老总即使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家人生病也不舍得放弃这次协商。其实集体协商不仅是调节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更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润滑剂，更好地维护了企业和员工的关系。那么可能有人就会说了哈，企业的规模效益千差万别，对于效益不好的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那么这个劳动者的工资可以涨吗？这是一个误区，它集体协商呢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把企业内部双方呢充分协商沟通，增进相互了解、理解和情绪，
保障了广大职工了在工资分配中的民主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至于工资增不增长了，要由协商双方了根据企业的实际了通过平等协商来确定。现实中了，企业在效益好的时候涨工资了，如果与职工充分协商了，更能够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强化这个以企为家的理念。而对于效益不好的企业，对吧，如果被迫降工资，如果不与职工充分协商了，更容易引发这个集体性的劳动争议案件。刚才我们大致了解了集体协商在维护职工权益、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中的独特作用。那么当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发生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到底哪个合同更有法律的效力呢？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某日中午，某企业员工老刘正与工会陈主席聊天，短信来了，老刘看了看，问陈主席，那个刚才那个微信显示咱们单位的这个月的加班工资发了，我看了一下这个金额呢，跟以前一样，咱们是已经签了那个集体合同了，集体合同里头有一条款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咱们那个有涨幅的，怎么没变呢？这样啊，你稍等一下，我给你问一下劳资部的同志啊。工会陈主席拿起电话向企业询问情况。好的，知道了啊，谢谢啊。刘师傅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劳资部的人讲，说是当时跟你签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里边的这个加班工资计算是不包括这个绩效工资的。当然，咱们集体合同里肯定是就包括进集体合那个绩效工资了。就是你要是想调整这个加班工资的话，也等你等到下次跟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才能调整的。那集体合同已经签署了，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妹夫的正好是律师，我也咨询一下。刘师傅，这次找你过来是想告诉你，这个仲裁裁决书公司拿到了，你也收到了吧？收了。公司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仲裁结果，不找法院上诉了，加班工资给你补齐。哎呀，太谢谢了，谢谢领导。不用谢，应该的。这个法律规定很明确，仲裁委他的仲裁结果也是很公平。是我们以前不懂这个集体合同和这个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陈主席，这次这个仲裁对咱们也是提得起的。接下来我想，这个按照集体合同的内容，把公司的劳动合同全部过一遍，不一致的都调整过来。然后工会方面也来安排配合一下。没有，这个没有问题啊。咱们这个集体合同当时也是行政方和这个职工方经过好几轮协商一致同意才签订的。另外呢，我还觉得就是应该把咱们公司现行的这个制度办法和这个集体合同对照一遍，跟这个集体合同不一致的咱们修改了，避免出现这种制度办法跟集体合同两张皮的情况，省得以后再引发这个纠纷。好建议，我马上给领导汇报一下，协调各部门对比查找。工会方面你来配合。行了，没问题啊，工会就交给我来安排吧。刘师傅，你对我们就是这次的处理还满意吗？非常满意，一句话，撸起袖子加油干。好好，谢谢啊，不客气，谢谢谢谢干的啊，谢谢啊，加油干。以前只是知道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应当遵守劳动合同的规定，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集体合同比劳动合同还管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当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发生冲突时，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呢？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吗？您讲的管用了，在这个法律上了，它是讲效力。打个比方，如果您的工作安排了跟部门领导的工作安排不一致，您就要听部门领导的。这就是讲了部门领导的指示了，比您的安排了更有效力。关于集体合同的效力，简单的讲就是说啥了，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比法律法规的效力低，而比劳动合同的效力高。提到集体合同的效力，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哈，张部长，就是平时我们经常见到这个企业依据规章制度扣职工的工资，企业的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效力哪一个更高？如果发生冲突，应该执行哪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企业的制度办法跟那个集体合同的效力哪一个更高了，在法律上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呢是由劳动者自己来选择的。如果发生争议了，对吧，如果企业的制度办法跟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它够不一致的话，如果劳动者认为了选用这个合同的约定了对自己更有利，
法院呢就应当选用合同的约定了来判案。集体协商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劳动关系和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机制。企业离不开职工，职工同样离不开企业这个平台。企业职工本身就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那希望我们广大的劳动者还有企业经营者能够高度认识和重视集体协商这一机制，共同推进这一对国家、对社会、对企业投资人和企业劳动者都有益的重要机制建设。大家的事儿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把企业办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把广大的职工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同时也非常感谢山西省总工会法律和集体合同工作部张平平部长给我们进行的详细的解答，感谢您的光临。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和您不见不散。